大家好，我是武秋风，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秘境探险。那上一集呢，我们遇到了苏丽啊，我们已经走到了神奇的神秘地方啊，现在又是我一个人，又只剩我一个人啊，难得见面啊，又把他们抛下来了啊，一个人在地下室走动。欸，我听到水流声音了，很奇怪，为什么会有水流声啊？是叫我要开始跳了吗？是直接跳得过去吗？感觉跳不过去。应该从这边吧。喂，哦，你不要每一次这样翻滚都吓到我好不好？走这里跳，我跳。哦，再崩了再崩了。哦，崩塌了崩塌了啊。不要紧不要紧啊，我都已经跳到这边你才崩到那里而已。啊，看来很安全。哦，有路了有路了啊，有路就安全了。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妙啊、果然又是这样，请开战啊！喂，重点啊，重点啊，死了齁。哎，又从哪里射过来啦？又从哪里来啦？喂，我滚，我灰灰的了，灰灰啊，不好，不妙，又是从哪里啊？老是这样对付我，哎。没有灰灰的咯，从灰灰之中复原了啊！跳，打！这么黑的地方，你还戴墨镜？戴墨镜有比较帅吗？我以为没有人呢，我才在这边讲话。哦，也有戴墨镜，又是一个死戴墨镜的。戴墨镜真的有比较帅吗？没看到男主角，也没有戴墨镜啊。一样长得很帅啊，可见戴墨镜没有真的没有比较帅哦。在这么暗的地方还戴什么墨镜啊？哎，这里有一个机关呢，看来是要拉这里哦。哦，那里的机关竟然连通到这里耶！哦，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好啦，走上去啊，既然连通到这边就走上去嘛，走，差点掉下来了。我们一路往上走，哎呦，走上来了！哎，等一下，这里是教堂吗？教堂哎，是要在教堂开战哦。哦，走，还没死。等等，这个是什么？又是雷射枪，怎么这么多人拿雷射枪啊？哎，他好后面哦。哎，死掉了吗？没人啊。Oh boy。丢什么手榴弹啊，真的是哦，又是一个拿雷射枪混蛋的东西哦。喂，怎么这么多人拿雷射枪啊？再打哦，打死你啊、哦、拿什么雷射枪，真是混蛋。为什么我拿到他们的枪没有雷射功能啊？你们雷射功能掉到地上就没了、跟我说、啊、喂，没子弹了。哦，跟你们拼了啦！啊，冲过去了！哦，跟你们拼了！冲！哦，绝对不会被蜡烛滴到！哦，非常神奇啊！哦、这边怎么这么多人呐、啊？太多人了吧？哦，太多人了！喂！怎么都没射中啊？一发都没射中，这太神奇了！哦，射中膝盖了哦！自从我膝盖中了一枪之后啊、我就变得非常神勇。哎，还有吗？还有人吗？哦，还有人吗？啊、不要再射了啦！哦，爆头了吼！哦，想不到你们有今天呐、啊！再来啊！哎，剩一个只会啊、到处乱射枪法不准的人了。射了这么多发，哎，跟我一样都不准。滚！啊、走到你背后，绞杀你！哇、哦，漂亮的绞杀！还有人吗？在哪里？在这里，靠近我了！死掉了吼！终于死了吼！剩一个人了吧？哎，漂亮的走位！飞踢，帅毙了！捡起他们的枪了啊！我已经解决你们了哦，靠着我美丽的飞踢哦，飞身重要哦，踹了你一脚。你终于死亡了。那现在咧，现在要干什么？我走来这边，
我走来这边是为了什么？哎，不知道，不明了，随随便便就走上来了，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啊。看一下这里，教堂的这里有什么东西吗？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哎，没事啊。哦，我走来这里干什么？有人可以告诉我吗？有人可以告诉我走来这里干嘛吗？嗯，这是什么？哎，等等等等，这是什么东西？哦，看书。Two bells resound in perfect harmony. 我两个完美协调的钟响，意思就是说要敲钟是不是？要让两个钟同时敲响是不是？要让完美的钟响。喂，哦，咚，哎，有打中吗？再打一下，有吗？哎，没有吗？不是这样吗？两个完美的钟响，哦，感觉两个钟一直在响啊，一起响。再敲一次看看，可能没有一起响，可能我瞄得太慢了。喂，这里，喂，咚，喂喂，又没打中吗？有吗？有吗？有回响吗？哦，门开了。哦，果然是这样。可是我这一把枪只剩三颗子弹嘞。好了，不管你了啦，走下去了啦，三颗就三颗嘛。哎，有楼梯耶。How the hell does he think he's gonna get that statue out of here anyway? 哦哟，对啊，雕像都已经找到了，这么快哦？哎呀，我怎么没发现？一点黄鸡的金像都没有，是不是在这里？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听到有蹦蹦声？蹦蹦声从哪里？哦哟，这么近哦！哦，这么近的蹦蹦声，嗯，哦哦，走开啦！蹦蹦声也太近了吧？喂！哦哇！空中旋转两周半，还有哪里没有了？蹦蹦声呢？怎么都是？我现在拿的是散弹呐、啊，我不要拿这些机关枪。还有吗？还有吗？还有，还有，还有。哦，死吧！哦，散弹了，只剩散弹了，只剩散弹跟你们拼了。哎，哦，散弹贼你一发啦！哦，还有谁要来？还有人吗？哦，这里，这里还有人。哦，哦，你这样下面应该被打烂呢、啊，啊、嗯，飞起来了吼。好啦，这里捡一下他的枪啦。蹲蹲蹲，又解决了，不好意思啊，轻松愉快。哎 ，N64， 嗯 ，N4， 喂，哦，51发，哦，这里可以往上爬、欸，看来就是走这喽。哎呦呦呦，这里有什么？又要跳了。又是请跑我，往这里跑吧，应该是吧？请跑我啊、请跑就跑啊、我已经跑这些不是我的对手，真正的对手是人，人比较难打。哎、欸，爬上来了，哦呀，没问题呀、啊，我爬到这里了，怎么了？哎、欸，上面有人在讲话、欸，哎。我的人正在渐渐惨败。不好意思啊，一个人就让你全军覆没了，怎么了？ God damn it! I'm telling you, this island is cursed. Enough. 这个岛被诅咒了，什么了？ Take your sorry mob and go. 他们不和了吗？ You can't cut me loose. You owe me a share of the gold. Your share, Eddie, was contingent upon you doing what I required. 哎呦，他们不和喽！ Drake was captured and the island secure. Oh, this is bullshit, Roman, and you know it. 哦，不要随便掏枪出来，把你的枪收回你的裤裆里。嗯。哎呦，等一下，那个香烟也丢太准了吧？ They come. Mattia Jello，Mattia Malu。Remind me again why you employed that superstitious idiot? You wanted someone cheap. 你要一些便宜货，这些就是很便宜的便宜货。And what about you, Navarro? Are you worth what I'm paying you? 哎呦，现在就像个大老板一样哦。这样你的手下不会反叛吗？小心他拔枪射你！Don't be stupid. He knows we'll kill him once we find the treasure. He has no incentive to tell the truth. Really, Navarro. Sometimes I think you left your brains back in that slum where I found you. I just need a little more time. Chasing this treasure of yours is proving to be more trouble than it's probably worth. I assure you,
Eldorado is worth more than you can possibly imagine. 黄金箱的财富超越你想象的范围。哇哦，说的我好兴奋哦。哦，怎么样了，奈特？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要在这用走的啊？要走去哪里？你想去哪里？喂，走这里吗？这里应该是跳对面吧？喂，哦哦哦哦，有近一点的地方不跳不跳，你要跳到哪里？哦哦，吓到我了！哦，那个leg吓到我了。有近一点的地方不跳，你要我跳到哪里啊？真是吓死人了！哦，沿着这里走吧，沿着这个是河道吗？喂，这里有什么？这里 nothing， 没什么。喂，这里有路上来。哎呦呦呦，是走这条吧？哎呦，可以开门呢！哦，到外面的世界了！哦，就这样走出来嘞，非常好！哎呦，门就这样关起来了，很好哦！第15章了，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喽。那有人说这个岛被诅咒了，希望不是真的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拜拜！啊，蹦蹦蹦蹦蹦蹦！不用跳，直接从这个藤蔓一直爬上去。哦，到教会里了。哦，新的路。这里是干嘛？这里又是开战，又要开战。嗯，请开战。嗯。